大家好，我是岩浆守护者，好久没有出来透气了，今天去附近的村子里溜达溜达吧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世界上最稀有的红宝石，好想要啊！哦，决定了，给我去死吧！我去，这是什么鬼？不要啊，放我出去！喂，一点渣都不剩，哈哈，我真是太厉害了！现在这个红宝石归我喽！丫的，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那个该死的岩浆怪。什么？红宝石不见了？我会被国王骂的，我得求助其他人帮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史蒂夫，今天我得去一趟银行。等等，有个告示，谁能找回红宝石将会有丰厚奖励。哈哈，这还不简单，不就是个岩浆怪吗？交给我了。先来弄点泥土，他家门口的岩浆可不是吃素的。好了，直接搭过去吧。这不是史蒂夫吗？哈哈，正好我现在闲着没事呢，就陪你玩玩吧。嘿，史蒂夫。谁呀？那啥，你好啊。准备好了吗？给我下去吧你。喂，真轻松啊。我失败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木吧，我已经听说了最近有一个叫红宝石的任务。那帮人可真蠢，对付岩浆怪用水不就好了吗？直接浇上去，嘿嘿，这不就能过去了吗？你好啊，努巴！我去，岩浆怪！想不到吧？我乖乖受死了！有谁也没办法，看来最蠢的还是我呢。等等，我没有看错吧？这里有个奇怪的商店哎。哈哈，我又看到了希望呢，赶紧去弄点钞票。金库，嘿嘿，我有办法。嘿嘿，这个保安果然睡熟了呢。那啥，我只是暂时到这里来借一点，好孩子可千万不要学哈。来，老板，我要进入那个岩浆洞。钞票数量确认无误。好嘞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哇哦，是岩浆盔甲和岩浆武器，有了它我就能跨过岩浆喽。岩浆怪，接受我的制裁吧。又是你。
打过，我真弱啊。我去，是那个保安，丫的居然敢偷拿钞票，跟我走一趟。我要被关整整一周，我错了。 6 months later， 可算是坐完牢了，感觉整个人都木了。等等，钞票，哈哈，这是我之前扔在地上的钞票。老板，我要进另外一个洞。没问题，你随意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这里面的是水套装。哼，该死的岩浆怪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跟我斗。我去，水套装，不要啊！不好意思，晚了。哼，真是不堪一击呢。好了，红宝石到手，赶紧领奖励去喽！来，这是你丢的红宝石。哇哦，是真的哎！哈哈，谢谢你了哈。如果这是你的奖励。哇哦，这也太多了！哈哈，我发财喽！